中国我所采取方。命运交响曲，交响曲属于谱写者的神国，神都例外，无法例改，官选其州，大汗淋漓的指挥像个漏翻，除非贝多芬亲口对你说巧，命运在敲门，除非有邻居证明失聪的音乐家去时尚状态，使得一场恋爱和一生的描述由于亢奋打作进行曲的节拍。从噩梦中醒来，大地回春，啄木鸟敲击在窗外，嘣嘣嘣嘣嘣嘣，全世界奏鸣响应，没有人能明白意义何在，命运弄人，神秘莫测，唯一的文字献给珍贵的亲王，狮子也有哈巴狗的时代。